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KP。那今天在这边呢，我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喝虾酱。那应该有些人会不知道为什么要喝虾酱，因为我在7月1号的时候跟陈轩，我们轩姐打了一个赌，然后我输了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喝这两罐虾酱。现在呢，我必须先强调一件事，这个东西是做来钓鱼、诱鱼用的，不是拿来吃的，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厨房了。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它不是拿来做食品的，对，要直接喝我是敢喝啦，只是我觉得一定多少会拉肚子什么的，所以我现在要稍微的调理它一下。那我今天打算是把它做成类似浓汤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先开火。溢出了。好，现在忙了半天了，终于煮好了，那我们来开吃吧。然后陈轩愿赌服输，这一盘待会吃光给你们看。不是我在讲，真的很好吃。好，来啦，最后一口，愿赌服输，而且是两罐哦。陈轩虽然现在不在中部，不过两罐虾酱吃完了。任务达成，拜拜。